场相声《黄鹤楼》，表演者郭德纲、于谦。今儿好日子啊，是立秋，哎，今儿是贴秋膘的日子，哎，今天中午特意吃了4两素炒饼，贴什么膘的这个？相信大伙儿也都贴了秋膘了，嗯，贴完秋膘上这看我来，我很欣慰啊，高兴，嗯，我很高兴啊，嗯，今天在这儿是咱们相声专场，对，啊，嗯，这个人叫什么来着？不认识您就给我介绍啊，先引进出来再说。嗨，有名字这个人？当然了，叫什么？于谦。好名字是吗？好好干哦，好好干，一定知道吗？哎，知道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吗？还有，把这个搁在心里边，应该的，不丢人。哎，360行，行行出状元，干什么不是吃饭？对不对？好好的跟政府也好好说，知道吗？有那天，有那天。我怎么越听越别扭？我这话不是我这意思就是希望你好，我谢谢您，希望你啊出类拔萃，哎，在你们这个艺术行业里边啊，成为一个可造就的人才。得，我谢谢您，是不是？谢您吉言。作为一个老前辈来说呢，我也希望你有不明白的就问，有不懂的就早听。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没事就多抿抿，多学学。什么？敏而好学，学学。这个《西游记》里都有这话，知道吗？哪儿啊？《西游记》里没这个啊，没有这个。虽说咱们不同行，但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有关系的。哦，不同行，哎，都是搞艺术啊。哦，专业不一样。您也是演员吗？我何止演员，我艺术家。您，艺术家好些日子了。是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哦，京剧，京剧，京剧知道吗？京剧知道啊，京剧大戏，大戏。您说那是日本歌剧，跟这没关系，知道吗？讨厌，我是唱京剧的，京戏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你早就没不认识我的，是吗？哎，怎么称呼？超级玛丽。这。京剧表演艺术家叫超级玛丽，这你看他可乐吧，多新鲜！怎么叫超级玛丽啊？超级玛丽啊？怎么讲啊？超级啊，比别人都好，在别人前面。超级，超级玛丽。京剧界有俩艺术家，谁呀？马连良、李慧良。哦，玛丽两个人不如我，我比他们强，我叫超级玛丽。哦，比他们都强。哎，超级玛丽。当然了，当然了，这是现在。啊，当初咱们也人小。哦，人家也教过你。哎，上李慧良家里头，李先生那儿，上马连良家里头。哦，你得学学。那当然了，他们这说戏都挺晚，是吗？夜里12点还说戏呢，等着我。那夜里他给您说戏啊？就11、12点。哦，我要不去，这俩人活不了了。是啊，他等着我。哦，啊，上李慧良那儿去，一进门管事的都急了，你们才来啊？哦，你还打算干吗你啊？一进门那儿等着了，哦，弦儿也得了，嗯，鼓也等着了，好，李先生等着我呢，嗯，来吧，赶紧吧，吊吊嗓子，这开价吧，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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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腔啊，这个这就包龙图打到开封府，知道吗？啊，跟这个改过来的。哪儿改过来的？这是知道吗？唱完了，这赶紧，李老板，您先忙着，我得奔马连良那儿去。上马先生那儿，马先生还等着我呢，也等着您。一进门，马夫人急坏，哦，才来，老头都快不行了，嗯、啊，赶紧吧，啊、快快。一进门，这果弦都等着了，嗯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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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倒对，对，马先生、马连良先生是回民嘛？回叫卖包子。
个就这么吆喝，知道吗？你跟这外行，你怎么能着了这个急？我外行啊，啊，我外行啊，我超级玛丽，我，别提这超级玛丽了吗？啊，从小跟马连良长起来，是啊，马先生给我说戏，哦，最喜欢我了，是吗？这个园丁剧啊，千万不能够着急，知道吗？这个必须啊，这个用丹田去，知道吗？这个嘴里边一定要清楚。土这样清楚，这样啊，真真的啊！观众无论坐在哪，把最后一排这个耳音都得听到。有这么几句话，咱们京剧演员要唱起来得是这样啊。怎么唱？花爱百千买小猪，这喝水嘎不嘎不清透。啊，接钱都引出去，点一枪开枕着，使了。唱戏的说的，你说一遍，你说一遍，让我听清楚吗？你给来来，好，嗯，花二百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胳膊给我吃豆，嗯，接着墙头扔出去籽儿，一声，您猜怎么着？啊，死了。好，我们接着说就好哈。啊，有时间上来来给我说说这个。嗨，哎，我操你！谁给谁说呀？这是打小学戏，啊，出演大江南北，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超级玛丽就是我。哦，没有不知道。是啊，但是在京剧界这些年，我非常的寒心呢。怎么了？看惯了这些个世态炎凉，哦，文人相轻，艺人相贱，嗯，互相的排挤，很没意思。哦，亲眼看着很多小演员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对，很多人老艺术家都熬得不错的位置上了，嗯，不自重啊，做些不该做的事儿，最后吊儿郎当入狱。嗨，您等会儿吧。啊，那句成语不叫，那叫郎当入狱。是，那老艺术家小名叫屌。嗨，有唱戏叫屌的吗？你这屌不让我唱啊？他们害我呀！是啊，活该！怎么了？死不死？哦啊！谁怕你们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哦，此处处不留爷。嗯，老子上铁路。嗯，啊，把实话说出来了，是吧？好好好，好，是不是？是吧？行行行行，啊，小三哪儿都能唱哦，就指着你们，是是是，这么几个团了啊，就这么几个剧场了，不见得离开你们干不了了。哎，人狗不理怎么干？嗯，西单庆丰怎么干？上海南翔怎么干？对吗？全是包子铺啊！成都的摊包怎么干？对吗？您跟人家比，杭州小笼包怎么干？哎，这这行了行了，小艺这个啊，别跟人家比呀，啊！你说这意思，不唱了不是？我不理他们哦，走自己的路。好，想说谁说谁去吧。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关那个去了，我这不是就不唱了吗？当我的艺术家，活该死了，知道吗？左顾我门也没有。后来他们恨我。哦，中国京剧界的害我，是吗？联合工商局的跟城管执法大队，把我的东西都没收了啊！是啊，气得我呀！啊，你怎么弄啊？看着大车把我那服装道具，哦，气炉子都拉走了，气。那个后台吃饭呢，演员吃饭呢，哦，恨得我呀，好不让干拉倒，活该，知道吗？我在日本，知道吗？您这面儿按上这动作可不错啊，是啊，跟他们着不了这个急，好，不跟他们着急，哎，不让唱拉倒，好，知道吗？哪儿都一样唱，对，哪儿都一样唱，跟他们不唱没关系啊，哎，嗯，今天你在这儿唱唱怎么样？好，在这儿唱，在这儿咱们两个人。谁啊？我啊，我呀，你跟我唱啊，我没想到啊。嗨，你这嘴够有尿的，什么词儿啊？您这是啊？您这什么词儿啊？你这是难为人呐？怎么了？这逮着蛤蟆挤出脑白金来，这叫是吗？挤死也挤不出来呀，啊，这个我那个东西都得城管那儿了。我咱怎么弄？咱不能这样唱。没关系，我没有服装啊，没事没事，我的那个道具啊，哎，啊，不用不着，我捏些东西都没有，捏些东西，捏些东西，你这舌头有问题啊？我舌头有问题，不干这个啊？什么呀？听这口风，你师傅就结巴，我告诉你，没听说过啊？没听说过，您还捏些个东西都没有？捏些个这什么呀？这都腾语知道吗？什么腾语？能语，成语，他腾语，成语，哎，知道吗？行，没东西，咱怎么唱？没关系啊，没关系，咱就过过瘾，素身唱，素的，素着唱，没弄过素的，知道吗？没人吃，知道吗？知道吗？那个老主顾来看韭菜，扭头走。
子可爱坏呀、啊！啊，爱坏干嘛？像话吗？豆子不唱戏吗？唱戏！你告诉弄素的干嘛呀？素身唱，素身啊！啊，谁告诉您弄素的了？哦，不是素馅儿、啊。废话，纳闷，你跟外行没法说。清唱懂不懂吧？清唱啊，口轻点儿，少搁盐呗。还是包子？不是，怎么着？不是您离开包子说得了话吗？不是，你说，你打算怎么着吧？你怎么着？唱戏呀、啊！是啊，唱俩唱戏、啊。你怕谁？怎么着？这不讲理，你知道吗？你动我试试。我不跟您打架，知道吗？敢！我说您这后，您再上后厨把刀抄出来，我受不了。没有，在城管这儿了。行了，别提这事儿了。戏唱不唱？唱俩唱，咱唱，你跟我唱、啊，我跟你唱。当然了，你这主要得听我了，那当然了，你跟我学，对吧？我跟您学点能耐，学点本事。你跟我学本事，您是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跟我学本事，再说一遍。我跟您学学能耐。你哪说理去这块儿？你看，我教你了。怎么样啊？这教你行啊！先教你几出立会良戏。好，武戏啊，咱独有的立先立派的戏，大武生的戏，嗨，连台本戏，七侠五义，唱全了四十来本。不，咱这唱不了这些啊。对，掐铜网阵，嚯，铜网阵啊，饽饽阵，嗯，龙替阵，擀皮阵。传信儿阵，您又要包啊？是怎么着？不是连台本戏吗？本戏哪有饽饽阵？什么这乱七八糟的？武戏呀、啊，武戏！我给你歪腿，哎，我给你握一握，咔嚓一扔，好玩啊！别！来这，算了！哎，站在这桌子上，我一坐，咔嚓一下子。您这是握腿吗？这个还是吊汤用的这个啊？算了吧，不来这个。我这岁数再学武戏晚点了，来蚊子吧。哎，唱功戏吧，蚊子便宜，蚊戏便宜是吧？你是按天算呢？你是按对儿？怎么着吧？你打算花多少钱吧？跟您学戏还要钱呢？你多戏不要钱吃什么呀？是吧？哦，还给钱？怎么着？不打算花钱？不打算？不打算花钱？那你学戏啊？行，您就咱俩就随便这么唱唱，过过瘾就完。大伙儿瞧瞧我，我也没打算真拜师学艺，看看我这艺术是吧？啊，就是嘛。好些年不唱了啊！这个打他们迫害我不让演出了，嗨，四十来年也不唱了。说两句话，四十多年不唱了，我决定今年35岁生日时候，我好好的。纪念活动，知道吗？这位可能包子吃多了，咱们来吧，啊，现在来吧，开始，来，来，唱啊！我等不了了，快点，来啊，唱戏啊！我说您请一打手去成不成啊？请一打，您老跟我这晃这范儿是唱戏吗？这个是艺术家呀，唱来吧，来吧，你要多少？你怎么着？你要多，你来多少？什么叫来多少？我怎么听您这不像唱戏？人真能唱吗？这你还演你完全？那咱得挑出戏唱啊！您这那什么都不问，您摆一架势就要唱戏的。哦，忘了，挑出戏，挑一出戏唱啊！哎，您挑一出戏唱。挑戏这咱俩得商量，我会不了这么些个。哎，这个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哦，我不像别的演员一出来皮儿大嘴，我会1万多出戏呢，胡说八道，没那么多出。这么些，我学的时候我就学了50来出，哎，这就在理。50来出还不是出处都好啊，最拿手也就18出。你瞧瞧，过去我们唱戏都写在折子上叠好了，哦，一个折子上写上一个戏名。对，我就会18出，就这18格，就我最拿手就这18格，知道吗？你数去，就这18格，知道吗？你看，您还是狗不理出来的吧？你废话哪儿？18个折还带首饰的？您这唱戏吗？唱戏吗？不得有这个吗？哪儿就有这个呀？老生不都这个吗？京剧那个，嗯，没有，现在不让这儿了。然后在这儿，这不在这儿，撵然后吗？没有，哪儿啊？没有啊？没有这个。哦，你们这京剧改革了，现在压根儿也没有您的事儿，是吧？哎，挑出戏吧，挑出戏啊？啊，挑出戏，挑你挑。我挑啊，你来，也是你来啊啊！我挑，咱们唱一出二进宫，外行了吧？怎么了？一听这话就是外行。二进宫，咱们有规矩。怎么了？一替得。一替得，二进宫，让人笑话，让人笑话。
您的意思是跑了气就蒸不熟了？那当然了。啊，我最膈应这个，知道吗？黏黏糊糊的啊，粘牙，粘牙。那这不行，这戏不行。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空城计》。哎，这搞笑啊！什么小花脸戏最幽默？这最幽默这戏啊？怎么《空城计》？《空城计》看着满满登登一掀盖，任哪儿没有。空播闹玩，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没意思。小花脸，空城计是小花脸戏。再换，啊，再换，再来。我可会的不多。你说，您要会，咱就唱这出。哎，哪出？《黄鹤楼》。黄的啊，剪大了，发面来了似的。拍剪子没弄好，给多了。《黄鹤楼》跟面没关系。黄鹤楼啊，黄鹤楼在无底洞的前面后边。哪儿无底洞？没有无底洞。唐僧嘛，他们取经去。您说那是《西游记》跟这两码事。啊、这三国戏。三国啊，韩国、日本，怎么着？马来西亚？干嘛呀？您这有马来西亚没有？什么马来西亚？什么三国？您没看过这书吗？看过。魏蜀吴三国。哎，对啊，三国啊，怎么着？你说，快点。这我还怎么说？我考考你，我考考你。考我来了，我就看他脑子快慢，搞一个智力测验。三国戏呀、啊，东吴下书请刘备过江赴宴呢，黄鹤楼刘备不乐意去，不乐意去 啊。然后呢？然后说别打这儿啊！我打这儿，站这儿，说你先等我一下。说，我打什么辈儿啊？你看你来了，看了说刘备不乐意去啊？结果去吗？去了，诸葛亮定计，刘备就得了吗？啊，请三国请刘备过江。对呀、啊，不乐意去啊？诸葛亮让他去，对，刘备就去了。对呀、啊，去吧，走吧，啊，走啊，走着走着，哎，前面出一问号，刘备一蹦，噔噔，哎，出一蘑菇，把蘑菇吃了，刘备长个了。一碰出一朵花儿，吃完花刘备一抬手，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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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能打子弹。行了，带刺儿的王八就来了。对，别说了，行了啊！怎么着？您除了卖包子，就是超级玛丽了吧？你怎么知道我这艺名？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您这是没有？有没有后边那个？没，前面那都没有。你们现在把这本子都改了？什么？压根儿也不像您说的似的。唠这个了。带水战，刘备过江赴宴嘛。就这点是吧？就这一折。这创蘑菇有没有吧？还要不要吧？创蘑菇什么都没有。不要这个了。哎，什么出蘑菇出花全没有。改编本的是吧？改编本。您那才算改编本啊？改编本行，就唱这个吧。小哥，跟你着急，我真着急，我告诉你。谁着急呀、啊？这可了不得。讲戏讲这么半天，好好你这唱不唱？好，来来呀、啊，来呀、啊，来吧！我都等过去了，快点吧，啊、快点来。您先撂，您先撂，这都没说好呢，您唱什么呢？哦，好、啊、好，对，这咱得分分角儿啊，这里头。啊，行，你来多少？你说。您这老买卖口，咱俩唱不了。不是你这个，我告诉你，这个戏没法跟你对啊。我这满嘴外行话，你上家去吧，你上我家去吧，你天天去，连续10天，给你一个贵宾卡，8折以后啊。还是包子铺啊！你看你不会，包上家去。我上什么家？咱俩这儿唱戏，我上什么家去？是你别喊，你闹什么闹？别闹！分包感觉，咱俩得分分这里的角色。有事说事，别张那么大嘴。我打小就怕尿罐子，我告诉你啊。嗨，这咱不带人身攻击的，行不行？我怎么着？你怎么着？我怎么着？快点！你来什么？你怎么？哎，这还像话？哎，我来刘备啊！啊，刘备，刘备啊！刘备不跟唐僧取经去了吗？也没事，您也翻翻西游记哈。不是，你别着急啊，我因为这个我这几十年没怎么唱，我对这个传统剧目啊不是特别的熟悉，知道吗？这个刘备啊，刘备刘玄德呀，您这刘跟唐僧取经干嘛呀？刘玄德啊，什么身份？皇上啊，您这皇商啊，刘皇叔，刘皇叔，哎，好书你都卖了，什么皇叔？皇叔你都留下了，我盘吗还？啊？
我告诉你啊，哎，再说我没逮起来，你可快逮起来了。我没留皇叔啊。谁呀？那画报没留皇叔，你再买皇叔呢？你这你要卖不就我买吗？谁卖呀？你自个儿留着。刘备，留皇叔，留皇叔啊。对，我怎么着？我留谁？不是你这，您要喜欢，您把这盘留下啊。有吗？什么有？有多少？什么有多少？不是你怎么？哎呀，急死我了！您来住。你还急死你了。好，我跟您说啊，找不了这题，照我那伙计我早打上了，你知道吗？没伙计什么事啊？您来诸葛亮行了。我来住的。来住的是吧？清真的买卖就不做了是吧？你该卖也得卖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怎么怎么着？诸葛亮知道吗？啊，孔明啊，啊，孔明啊，诸葛亮啊，看吧啊啊，什么呀？行，可以，这我来吧。诸葛亮、孔明，我来俩，行了吗？行不行？您还我急死您，急死我了，诸葛就要我亲命了，我告诉你，怎么弄这玩意儿？我您还有一擦汗的呢，我这都没有，知道吗？诸葛亮，你不能跟我比，我告诉你，我这随身都得带着，你知道吗？行了行了，诸葛亮、孔明一个人，一个人，俩人嘛，一个人啊，又摆一人过继了。您给人找一干爹是怎么着啊？诸葛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哦哦，一个人。哦啊啊，然后呢？您来，我怎么着？您来这诸葛亮啊？他乐意吗？啊？您这还开黑店呢是怎么着？店把诸葛亮包了啊？不是，他乐意不乐意啊？不是，我就来这个吧。他还是来这个啊？啊，那来吧，开始吧。还怎么着？还有呢？还有干嘛？我再来个张飞。我赶一张飞，不黄鹤楼吗？是黄鹤楼啊。这流沙河什么事啊？怎么还是西游记呀、啊？您这个张飞嘛，不流沙河吃人，后来唐僧来被他收走了。不是那个？您说那是沙僧，不是一人啊？这更俩人了，这不是一人啊？我不是一个人，你别在沟里去，我告诉你们啊，我那是沙和尚。你来谁？我来张飞。你来张飞，那我来沙和尚。谁来沙和尚到底啊？非演沙和尚啊？是怎么的？你说的打刚才刘备过江遇沙和尚，遇沙和尚干嘛？谁遇沙和尚了？谁也没遇沙和尚。那还唱什么呀，大哥？嗨，哎呀，我正经都抬不起这个。你这没沙和尚这戏还什么意思啊？三国戏没沙和尚不能唱是吗？那也能啊，谁说不能改良呗？什么改良啊？您这里来没有沙和尚，没有沙和尚，您来鲁肃，我来碗素卤吧。我们这都给粥，你来点芝麻酱没有？有青蒜吗？来点豆芽菜。来这吃面的，您这是什么时候乱七八糟？那不让卖这个啊。这您这包子铺我知道，不怎么回事？这么乱呢？鲁肃、鲁子敬、鲁大夫，这人嘴里都没准词，你听见了吗？我没准词儿 啊！鲁子敬知道不知道？知道，知道。鲁大夫，行啊，大夫啊，啊，大夫，啊，大夫，大夫，官职大大夫。你没大夫，你有病，你是怎么着？不是怎么着？你着着急，气死我了！告诉你，谁气死谁呀、啊？哎呦，真跟这外行着着急，你这就这么四个人，那怎么着呢？从哪开？五行山开，啊？好嘛，您这要不啊？行了，来呀啊！刘备过江，刘备过江开始，行，张飞闯帐就算结束了，就这点啊，哎，唱个戏胡啊，那行，好不好？我教教你呗，就是吧？啊，那嗨，您就我跟您学学吧，跟我学呗，是吧？啊、来吧，开始唱，来、哎，怎么着？您有这劲儿，把桌子搭后头就怎么样？还搭桌子呢，多新鲜呢！哦，搭桌子了，分出前后台来，桌子前面呢，前台啊，桌子后边呢，后台，我在后厨待着啊。您先上前面来吧，怎么着？您先把散座那座搬上来。有买牌的是怎么着？什么乱七八糟的？要什么？小座，小座是吧？啊，搬椅子，小座是吧？就这一把椅子啊？就这一把椅子？那仨人坐哪儿呢？怎么还仨人呢？一般一个桌子坐四个人嘛。我拿兔碟去，你等着。嗨。
拿醋碟儿干嘛呀？你这怎么回事？不是包子铺了，不是哦嗨，您一定得从包子铺出来，知道吗？要咱这没法唱，尽量吧。什么尽量啊？这就开始了，归后台。好，归后台，上后边去。哎，对，呵，你瞧，我这小化妆吧？啊，对对啊，我就演诸葛亮吧。你瞧，什么都不知道，知道化妆，这也不错，专业的嘛，跟业余的唱就是不一样。知道化妆就是我。行，来各位啊，哎，行，来常来啊，是干这个的，哎，对对。怎么着？开始啊！什么扮相？您这多好，热情服务周到，童叟无欺，价格公道啊！行了，您这套就甭使了。嗯，第一次不来怨您，第二次不来怨我啊。嗯，行了，行了，来，报道报道，开始啊！开始了啊！腾腾，谁找我？没人找你。怎么着？忘了跟您说了啊，没场面，没场面啊，没场面，咱只能凑合啊啊！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哦、我打家伙。打家伙不行，俩人都上。不行不行，不能打家伙，不能有规矩。怎么了？打家伙是骂厨子，你知道吗？嗨，谁让您摔碗了？不许啊！打架锣鼓点知道吗？锣鼓经啊！哎、这演员快来吧你！怎么还动手啊你？哪看过这个？我告诉你，恩特唱唱的嘛起唱起，唱灯唱的嘛起唱起，唱唱的嘛起唱起，唱灯唱的嘛起唱起。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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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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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怎么了？咱俩是大秧歌出场啊？我没事，晚上净剩那楼底下那跟老太太们跳去了。那家伙活动身体。啊、行了行了，这没人看这个，不要这个，不要这个啊，不要这个，加我点儿，你知道数吗？我知道。打什么？你说呀，听听。哎，你说呀，你忘了？忘了？不会吧？我干嘛不会呀？说听听。刘备出场打小锣，打小锣啊！你学一个，我听听。你学一个。小锣没有，就是来，我听听。抬抬抬，这来多少？怎么还来多少啊？得有准数啊！别糟践了，来多少？这也来多少？看着来要不？可不是看着来，看着来啊！到这哎，好，看着来，看着来，管够啊！嗯过脑袋了都，我这话怎么了？什么呀？您这是？你不告我这个管够就完吗？到中间就停了，到这儿就得了。那可不是吗？你这跟别人不一样啊，别人没这麻烦，你知道。再有一个，哎，咱俩得一块儿出来呀、啊。我也得出来。当然了，啊、嗯，我出不来。怎么了？我看着锅呢。嗨、啊，怕跑了气还是怎么着？我出来啊，咱俩一块儿上、啊，一块儿是吧？逢场上啊，合适吗？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行 啊，来来来，我怕你紧张，你知道吗？干嘛紧张？别害怕、啊，来来，见了汗了，你一块儿啊。吓我一跳，你是怎么着？这你先出来得卖你，让观众瞧瞧你。卖谁呀、啊？啊，您还卖包子去得了啊？卖谁呀？您站一排呀、啊？站一排啊？啊，站一排。咱俩得说话呀，还得说话是吧？多新鲜呢！哎哎，好好，脾气太大这人，不是脾气大，你这教这么些学生没见过这样的，你们知道吗？马先生，马先生，俩先生啊？几个？几个都没有。你来多少啊？我说您老是卖包子不成啊？来，怎么着啊？我叫您先生，您不能管我叫先生。我怎么叫呢？您得管我叫主公。主公？哎，主公什么玩意儿？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啊？你怎么着？主公就是皇上。谁啊？我。你是皇上啊？大伙都瞧见吧，国家没人了，看见了吗？对，长得跟包子似的，当皇上。你看您看谁都像包子、啊、我告诉您吧，啊，什么呀您？他当皇上，你看这事儿。他们不是，我是皇上。那谁是啊？刘备是皇上、啊、刘备是皇上啊啊！来来来来来，好吧，明白了、啊、明白了明白了啊，先生啊，皇上嗨、
主公不皇上吗？皇上就是主公，您这儿得叫主公。我小样还整俩名呢啊，得俩名。啊，先生啊，公是啊，驸马娘啊，哪出啊？怎么了？哪出啊？怎么了？探母呀、啊，这是。对，先唱探母。什么先唱啊？黄鹤楼知道吗？黄鹤楼啊，对呀、啊，对呀、啊。黄鹤楼，黄鹤楼有打人吗？啊，没有。您唱那不对，知道吗？哦哦哦，该您说话了，该我说话了。哎，叫我，叫你啊。哎，啊，这个公，重来啊啊！再来啊，先生，啊，这个公，东吴过江之时，你把姑啊害苦了。哎，提起此事，话到场了。在1953年，美帝的阴谋和谈被揭穿。对，阴谋北窜南朝鲜。啊、行，什么人？武松他。别唱了，什么呀？怎么着？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怎么着？多好这个！什么活您都往《西游记》那串啊？不是，这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该我了吗？该您也没有快板儿这里头。是啊，后边不讲这事吗？发配去外寨干孟州呢，不有这个吗？没有，就这翘口啊，没有翘口啊啊，就这么一句，就一句啊，哎，就一句啊，哎，可不是吗、啊？行，你跟我那不一样，山人送主公，我那本子搁到后台那塑料兜里边都丢了，你知道吗？您这本子都搁塑料兜里，嗯，都丢了，你知道吗？这不怎么样，不太一样，再来，啊，先生，啊，主公，东吴过江之时，你把姑啊害苦了。对，来，说干的，怎么着了？啊，不是，您得打家伙呀，又打家伙，您这认了不成？哦，不能这样，多新鲜呢！哦，你看这玩意儿，他没交代清楚这里边打家伙，他打家伙，哎，打什么来着？扛狼进来，扛狼进来，有来吧，开始啊，错不了了，行啊，我这点我听过，哎，你把姑害苦了，扛狼进来的扛。先生礼不我当肉包，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人京剧不有这一唱这玩意儿当给去的吗？不有这个吗？有这个也不能出字儿，这、啊、对我们这老本都带这个，知道吗？没有，不要这个，不要。嗯，来，再来。嗯，不该苦苦海光包龙潭虎穴不去也忘不了这个，怎么着？没听说过，赶紧开始。山人送主公这儿呢啊，还有话呢，多新鲜呢！来，您这是干嘛呢？呵，你瞧这玩意儿好玩的东西啊！嗯，龙潭虎穴不去闯，山人送主公，哎，知国亮啊！哎 ，yes， 外国人呐，什么都会，没听说过。哎，分明是送不完，难以还乡啊！善人宋之公免，再宋之公免，再宋之公免。我去，你那边哪儿你就送怎么了？怎么了？你送我哪儿去？你我们一般都得送到那下边去，你知道吗？没听说过啊，往下轰我是怎么着？不是怕你吃多了不消化？您这还有一句词儿呢，还有什么词儿啊？啊，这山人宋主公完了以后，您这该唱了。到我了，可不是吗？呵，你瞧瞧啊，这到我了，可不是到您了吗？还让我唱啊？你听吗？我不听，我一人站这干嘛呢？我，你听啊，多新鲜呢！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这位要玩命似的啊！唱啊，这点就是咱们有额了金德的东西。哦，这真东西出来了，跟别人不一样。您唱，嘿嘿，有额了金德的东西。哎，好，这点就是你一下场啊啊！诸葛亮先给你猜灯谜，知道吗？远瞧灯子，近瞧大灯笼，走近留神看，看像石虎。幸亏我捂住了啊，石富宽，哎，这听着好吧，先朝吧呀，啊，这没听说过，这多好，这一个小时零三刻钟，行了，就是打灯谜，诸葛亮出来猜灯谜呀、啊，哎，这好，不像话，老本都有这个，哪儿老本儿呢？没带这个的是吧？没有，哦，那怎么回事？该您唱了、啊，该我唱了是吧？啊，我唱啊，对呀、啊，你看，可乐吧，是吧？唱有什么？
什么可乐呢？你想想，别来这套、啊、我想什么呀？别来这套啊！别来这套，装傻充愣不行，知道吗？怎么了？知道吗？会就是会，不会就不会。对呀、啊，对吧？别骗人，啊、知道没有？头句什么词来着？哎，谁不会？知道吗？不是一蒙住，刚才猜灯谜猜的蒙住了，是吧？还蒙住了、啊。主公上马心不爽，知道啊？主公上马心不爽，哎，为我哀家泪如马。嗯，将身且知大家口。嗯，都是蹲在芦林水不进鹅阳。起来。谁高腔别唱高腔哪儿高腔啊多好这个您唱的哪出啊这是我唱黄鹤楼啊这是黄鹤楼您真我那词儿就这样我那词儿就不这样你说我听听跟我怎么说你说那还有什么两个你说您说说说不要掉了你说主公上马心不爽说山人八卦秀内藏说你狠说讲你哪句不会啊你你来别废话两句都说了你还在乎后两句吗啊来蒋身且坐中军帐啊后边等候涿州一得章这算你狠行了啊行好行好吧你把我词儿框出来算我狠谁告诉你照我的来让你来你照我的来先从灯谜那开始行您还照我这来得了那不结了吗是吧、啊、来该我了啊把家伙扛扛起来的扛扛起来的扛扛起来的扛主公上马心那么心不爽啊心那么心不爽啊有闪人呢八卦在袖后内加这唱单加十块钱知道吗什么乱七八糟清一不给这个没有店庆似的上这个了是吧啊怎么着您把铺子里那点事儿先放放成我没想着啊啊唱二黄知道吗是啊怎么着二黄啊二黄什么回事谁徒弟啊没有啊主公上马心不爽唱你唱主公没打家伙呢啊王我打你打呀我没见过这样的知道吗我还弄这么一棒子来我唱那么些年了啊我没见过欺负人的知道吗啊我找早知这样王海没人咱俩唱这个啊你这受不了这个我呛啊我呛啊我卖包子还带枪似的啊像话吗你会唱不会唱谁不会唱你真明白假明白就唱这词知道不知道废话我就来再说一遍啊什么头句什么快唱四句 啊说说说主公上马心不爽、啊、山人八卦秀内藏、啊、蒋身且坐中军帐第三句什么这位耳朵还不太好你说快说蒋身且坐中军帐啊啊等候涿州一得章你打家伙都扛扛起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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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主公上马心不爽、啊、山人八卦秀内藏、啊、蒋身且坐中军帐、啊、这底下说话呀啊说话呀还认宋之公还宋主公咱你说的吗这儿有白白主公白您过来怎么着您这一句不会等会儿你站这儿说去我怎么了唱戏不怎么样这位置记得还挺清楚啊说吧怎么着吧我站这边胆儿大你知道吗行怎么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得章不就这两句吗是啊你跟我的词儿这不一样吧是吧啊这可不是不一样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得章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得章然后记下来准备你这玩意儿来吧来吧来吧你看我还得绕那边你看这玩意儿你看这
舞台调度你看看。闻所中军帐等候一得帐走。哎呀，哎，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哎呦，这没有这个，这可、个、不行，这个来来来，这要是端着一屉，这非算撒身不可。谁让你端的啊？端屁干嘛？这太危险了，这个啊！这我还这太危险了，这个没这这，别害怕呀！不害怕啊！张飞出来，你放心，不害怕，不害怕，啊、不害怕，可了不得，太累了，再来一遍。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得仗。走吧，别害怕，别害怕，我害怕。你也喊什么你？你也喊，你也喊，我喊，俩都喊啊！咱俩一块喊，都不害怕。没听说过啊？喊不喊？俩人不害怕，还唱什么呀？你害怕不害怕吗？我害什么怕呀？你不害怕，你别喊。我害怕，我喊不完了吗？对吧？害怕不害怕？我告诉你 啊, 啊，我让你给掉带沟里去了，快！来，你坐这吧。这是我告诉你，你坐这儿，坐这儿。上场了，知道吗？打家伙啊啊！打家伙呀，看吧，啊是啊，打家伙，您看什么呀？打家伙，知道吗？我打吗？啊，我给你这面子吗？咱过这个吗？抬杠相能的了，对吧？咱俩唱戏还什么过不过这个？对呀、啊，你看了吗？是不是？怎么着？打家伙，打吗？打打呀、啊！怎么弄啊？啊，打家伙，怎么打？您甭打架了，您回去打馅儿去得了。打完了？什么打完了？怎么你快说，急死我了！你都刚才打那家伙，您不会吗？我刚才打架。你快快快点来！怎么意思？我都等不了，快来快来！我可爱打这玩意儿，哥们儿，来快来快来来！嗯，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得仗。走吧，抬抬。我哪儿有唱？你这丁傻儿啊！什么乱七八糟？您行了，有唱？怎么了？张飞出场打小锣啊？这不小了，七寸的了。盘子是怎么着？这怎么都七寸点？没有啊？啊？你要多少？张飞出场快家伙呀！快家伙啊？什么叫快家伙？急急风啊？怎么个急法？您这家伙点儿都不知道，年头多都忘。快说快说快说，别着急。将将将将将将将，这不是快家伙吗？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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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啊！将完了之后呢？要了亲命！快点快点快快！将将半天了，将完这唱戏我饿，您这玩意儿。是干这个的，是干这个的，快点，怎么着？江江师傅，来，这手酸了，这个，来，啊，江江江啊，这是一蹦蹬仓啊，江江江蹦蹬仓，哎，然后这是一挖呀呀，哎呦，还挖呀呀，哎，下来赶扭子，江江扭子，扛浪才来，哎，这唱啊，哎，还有挖呀是吧？哎，对，嗯，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得仗，这蹦大肚仓，猜仓，江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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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蹦蹬仓，挖呀呀呀呀呀呀呀，我挖呀。你倒挖呀！我挖你挖什么呀？你告诉我干嘛呀？我问你了，我用你告诉我，你这玩意儿多累啊！啊，怎么着挖呀？来来，该你了，我还挖得出来吗？我这个你少挖点啊，就甭挖了，打家伙吧，打家伙吧，扛浪才来，扛浪才来扛，心中可恼治国量，报，做事不预谋商量，报，怒气不为喜，够报。还这个呀，这词是啊，把我帐闯啊，扛浪才来扛浪才来扛浪才来扛，快快还谋的大雄王，火恼啊火恼，嗯，这就得这就得烧崩烧崩，该您说，您等会儿吧，等会儿吧，怎么着？不是这个，该您说话了，行吗？又到我了，多新鲜的！您老坐这像话吗？哦，也得站会儿哈啊！该您说话了，我说什么？您合着不会这词儿都？我这塑料兜丢了，没告诉你吗？别提这塑料兜，词儿啊都在里头了，知道吗？行了行了，没有了，我告诉您，行了吧？你说快说，三千岁金德章来，怒气不息于何人之气呀、啊？三千岁金德章，怒气不息，就这个。哎，开始没问题，错不了啊！火恼啊，进帐。火恼肉棒，嗯，三千岁。
们金保长奴气不息，你何人之气呀，先生啊？哎，这特这个，哎，某家就问一住你呀，哎，你问我来，扎扎扎，您吃下体行吗？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个京剧艺术家，还来一遍呀、啊？我叫超级玛丽，受不了了。你俩唱回黄鹤楼怎么样？算了，换王海吧。啊，这个唱戏是个体力活啊。嗯，奉劝大伙儿没个好身体，不要干这个啊。挺好，每个人爱好不一样，我就好给这外行说戏，是吧？啊，谁外行啊？这玩意儿开玩笑。其实我们两个人呢，确实是通家之好啊、嗯。哎，两家从上辈关系就不错。他唱戏得比我唱得好，他这是家传，他媳妇儿干这个、嗯、我媳妇儿干这叫家传呢，家传家，我唱大鼓也家传，我媳妇儿干这个行，两家都家传，好，我有时没事上他们家去跟他探讨一下京剧问题，让嫂子教教我啊。有时候还没事了呢，跟他爸爸明儿俩坐会儿聊会儿天、哦、他父亲太可乐了，没有什么可乐的人了，好玩，上家去有时候就乐，满屋里到处供的都是关二爷的神像、哦、木头的、铜的、铁的、金的、石的、花的、塑料的，什么都有，咱信这满屋都是啊，这一神像，这拿着刀关二爷，这砍春秋的，各式各样，满屋都摆满了，屋里都下不去脚，天天开个窗户跟窗台上看着，就这样。我很奇怪啊，我问过他父亲，我说人家信这个神仙，信观音的，嗯，信财神的，信这信那都有，嗯啊，为什么您信关公呢？哦、这关云长有什么值得您信的？一回头，呸！怎么了？再不尊敬二爷了啊？哦，胡说八道！这先漱漱口，漱漱口再说。弄杯水，哎，漱漱口，还挺虔诚。嗯，老爷子，为什么您只信关公呢？嗯，等会儿。嗯，这回能说了。哎，您为什么这些个神仙都不信，只信关公呢？为什么？为什么？告诉你，记住了。嗯，压中午。啊！大实话，唱几句大实话吧。好，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太多，一共是九场节目。对。剧场的晚上有旅游团，一万多万，那就跟胡同口那儿摊煎饼。你们大伙儿走了，他们就进来了啊。好，我们也等着进来喝水来了啊。嗯嗯。有一个小曲儿叫《大实话》，我们经常拿这个当攒底的节目。对，给大伙儿唱一遍啊，挺有意思。说天。